如果你对警察抓歹徒、抓青少年的场面真有兴趣，来这就无唔对啊！很刺激。怎样刺激？就是很怕被打到。嗯哼。对啊，然后也要攻击别人，还蛮好玩的。对，非常的好。然后他们的设备也还蛮不错的。就是在追逐的时候还蛮刺激的。嗯。对，有躲，然后有攻击。这群少年查某囡仔爱找刺激，但是服装唔是真正确。业者穿上军服、安全帽、面罩，做一摆正确的服装示范，避免受伤。场地那个场地的话来讲的话，就是这是属于比较属于手枪类的战法。大部分来讲是以步枪、手枪，还有就是一些护具为主。护具来讲就有护膝、护肘。一般不是专业的爱好者，拢是透过电脑连线来体验。但是到了市区这间特色的餐厅头家，为着要吸引爱好这项娱乐的朋友，会当一边佚佗完，阁会当享受美食。耶，干杯！你觉得游戏好不好玩？超好玩的，你有打到我黑吗？还好哎，只是晒黑而已啦。晒黑啊！来这的民众伫食饭之前，先耍一场刺激的枪战，耍完了后，餐厅有摆餐。天霸王的汉堡来提供消费者选择。业者表示，最近的生意真无好经营，为着要吸引爱好这项运动的少年朋友，发挥创意甲产业来结合，希望会当创造商机。记者黄龙坤超报道。